谢谢，谢谢大家的寄语。我们的故事不会在这里完结。排行榜之外，还有许多名字不曾被遗忘。哈！这可不是我们的台词。哈！回应读者的期盼。旧刊收录。真正的故事永远比简介更长。连载再开。解锁番外彩蛋。开始全新的起点。冲破命运的枷锁。结局绝不是现在。收看风波，真正的故事永远比简介更长。